可以帮助世界上所有需要帮助的人。对，那豆花妹也有一些话要说。还有可爱的豆花妹，来也跟大家说句话。就是我希望说，因为今天电话一定会很多人有爱心打进来，但一定会打不进来有些、嗯。那希望说呢，有些因为像红十字会的总会，其实在线上可以捐款。对，那希望自己在线上的朋友就是打不进来没关系，可是你可以在线上捐款，嗯、就是发挥自己的爱心这样。OK。好，非常好。